Affanno!哎、欸。 大家好，我是天迪二三。那我们今天要玩这个是黎明史线。那我刚刚有玩一下，其实我是有已经正式在录，但是会跳出来，会崩溃。那没差哦。如果他有机会能让我录到最好的，要玩的就是这个人杀四个人。我们先玩幸存者，好吧？增加修理速度哦。对，我忘记讲游戏规则。游戏规则就是我们要进去。 我们在一个地方，然后要修舞台发电机，然后修好舞台发电机之后会有出口，我们要赶快逃离，免得被杀手杀。杀手要把我们挂在那个挂起来献给他那个怨灵还是黑灵，是不是？我忘记了。好了，进来了。我有带工具嘛？那我们哦，对，准备就绪。 杀手离我越近的时候，心跳声会越来越高。哦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不要 crush。隐藏应该是不用了，我也看不到玩家。哇，那是献祭台吧？好，我们先去找发电机。这个地图我不知道，蹲下。 杀手不在我附近了哦，这里就有一个，已经有一个受伤了。等下我用工具修理，比较快，也没有快多少了。但已经有个人被杀手找到了，哎呦！看杀手，看到。 干！我靠！为什么？干！瞬移的，第一次看到。我现在正在恢复中哦。可以，为什么可以突然看到他们呢？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. 好，我就让你追啊，妈的！他还在追我，我一直听到声音。你妹的嘞，好强哦！干，他一直闪现。哇，这一只好像是新的，是不是护士的那个杀手。 我在想我会不会死掉，算了，他先死，他好像是现在是锁在我这边嘛，会怎样吗？如果不按恢复会怎样吗？我就不要恢复，对，我就不要恢复，我不要爬起来，先看看会怎样啊。先让他们，干会死掉，不行，右下角那个好像红色，我就挂了，是不是？我不能恢复了吗？靠，早知道我就不要阻止了。 对啊，我刚，我那一条恢复条不能恢复，完了，我死了是不是？我的心跳，他也逃不过呢。我流血了，完了，走啊！ 他好像还在我附近。干！我一直听到瞬移的声音。干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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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What are you doing？ 啊 ！fuck！干，根本跑不赢他。 我还想，我如果玩杀手，应该没有那么强。算了，我先治疗自己啊。刚我的工具箱不用背了，我背工具箱一直被砍。
他感染了是不是？不要救了，不要救了，他来，他来。你还是先跑好了。哦，干！那现在呢？全部人都死了，或怎样？可是他没有把我们挂起来，哎，哎，等一下，哦，恢复之后恢复到一定的量之后，就要队友寻求帮助哦，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用爬了，我爬过去帮他会怎样？互相帮忙，来来来来，不行了，哈哈。感人重逢，感人重逢加200，我应该是里面会先死掉的那一个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一定有什么干，我要求生，我要生存下去，干，一定有什么东西，我爬进去屋子还有救吗？走，哎，那一只鬼嘞，干，他简直是鬼啊，他根本不是杀手，好不好？上一场没有录到的那一只还比较正常一点，这一只根本不正常。妈的，超像鬼的，让我有压迫感。我觉得上一只比较有人，有两只脚在走，比较像人。好吧，算了，我要死，我要死在柜子里面，可以吗？再见了 ，Goodbye my friend。我应该第一个死掉嘛 ？Bye my friend， 感人重逢。死亡了，我先在这边赶快把影片先那个储存起来，免得它宕机哦。这个是前面的那个录影。干！死亡不是一个解脱，因为刚刚那个录影哦，那个动画是重开才知道，我才知道有这个动画，我就把它录一下哈。拜托不要再 crash， please。是游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如果我录影的时候它会 crash， 麻烦。go， 他是不是有带枪啊？所以他可以拿枪打那个杀手是不是？哦对，剩我一个是 go。怎么他的 ID 好像有点怪怪的，两个点，所以他是电脑人是不是？那我投把这个狗啃，我在暗黑15集还是16集有讲哦，就是那个秘术师的那一集。OK， 对啊，那个点点不是，他不是 NPC。哎，看，这样心跳。杀手在我附近。哦，鬼魂哦，我靠！哦、oh, ，no no no no！ 哦，我很讨厌这杀手，这杀手很凶哎，蛮远的，好走。发电机，发电机，发电机，先开。那个杀手基本上我是躲不掉啊，我有试着躲过他，很难的，他用飘的，他还是人吗？感觉是被鬼追啊！屁啊，是什么？可以挥他哦。哦，是有听过解说了，但是不是很有印象。我靠！没关系，我有手电筒，倒还好。我可以跟他打一下。手电筒，我在想手电筒是不是因为他们 killer 比较聚光？对，比较聚光哦，他们比较怕光。没有那个心跳，我直接来弄。Go go go go！ 哎，已经有那个受伤，为什么他刚没有叫？哎，这个波啊，完了，来继续管他了。等一下他就过来，因为有杂音了，好难修哦。算了
算去。我先救他好了。刚刚被吊起来了，在哪里？地图上怎么突然没有显示你被？哦，救下来是不是？好，他们两个在修，是不是？好，帮忙。来了，我直接照用手电筒照他好了。OK OK。哦，看不看不看 ，heal heal heal。我看一下，我可以帮他治疗吗？又是他唱歌。我看，来来来。照他会怎样？啊，我不知道。哦哦，干没用啊！靠腰，手电筒那里是干什么的 ？fuck！ 哎，啊 fuck！ 没没，对他怎么知道啊？他流血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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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！shit！ 可以哦。我以为他，跟我插在同一个柱子。哦，谢谢。可是我流血，先找一个地方躲着好了，不要让队友添麻烦，好不好？你还是手电筒好像对他起不了太大的作用，我看我能躲在哪里。哎呦！靠！不是，我慌了，你知道吗？看到杀手慌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干完了，这边更麻烦。这地下室的挂钩，基本上他们要救更难救。我直接被秒杀了，靠！这游戏已经颠覆我对鬼抓人的感觉，怎么他妈鬼都超强的？啊！嗯，还有二楼哎，这不会是他的挂钩室吧？还是哎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室内的，是不是 ？OK， 干，没被他发现吗？喂喂喂，没有这个心跳，我来不及检查，真的太快了，咚咚咚咚，他已经在旁边了，超近了，应该安全了吧？所以我们开门跟爬墙是没有那个无敌状态就对了。阿凡哦！哎，这鞭尸吗？可是不是要挂起来吗？他好像没有用处决。哎，我好像快死了。那先恢复好了。没关系，挂上去两次还不会死太快。等他带我去哪里？尝试挣脱一下。我看他砍我右下角会不会增加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
Pia! Oh, no!不要跑步啊！没有可以地方躲的吗？敢吓到我，也是自己人啊！来帮忙修啊！我们差四台啊，修好就好，很顺利，很顺利，很顺利。 Nice！ 鬼好像喜欢找我这附近的哦。 哎、欸，他们三个好强哦，我玩了差不多五场吧，还六五场，这一场另外三个玩家很强，都没有被砍到，我剩一台，可是我又不晓得那一台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不要说你，不要。 进来了，在哪里？ 第二次见面喽！这次我一定要 escape。哎、欸，医疗箱，好，你在哪里？我去找那个队友。为什么不能帮医疗？他从那边跑过来。 就代表说前面有发电机要修了，最后一台，哎、欸，修好了，可是放下也要一点时间嘛，那我先来放，这里，我看看哦、喔，我先把它压下来，哦，拜托不要，不要从我后面来，哎、欸，所以是我要自己去吗？ 现在怎么办？等大家都过来，按二，招他们过来 ，Go Go Go！ 哎、欸，他们已经跑了，怎么样？他们从下水道跑、欸，哎，哦，对啊，我刚看到一个下水道，哇、哦，他们好强哦，全部人逃跑了，哦，看比中指是怎样。 谢谢，我被挂了一次，我还可以活起来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谢谢。还有我们影片呢，先在这边做个 save point， 我们马上回来。